选择在游戏中捕获。深度模式。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Zanfa，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 Reshiram Chansey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设置你的 Trainer 吧。按下按钮，按下扫描到 Zipface 上吧。战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，太棒了！我来干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快攻击了！啊，战败了！不妙，是辅助攻击。哇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又是你了！哇！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。重要派了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！Ace Bomb， 啊，战败了。丢出宝贝，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轮盘机会，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吧。是神奇宝贝球，
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